报警吗？是的，有事吗？有。怎么啦？这里着火了。哪里着火了？这是公园。公园里着火了？嗯。起火原因是什么呀？是有小孩在那里放烟炮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到。哪里着火了？这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火都扑灭了。小朋友们，不能在公园里、草丛里放鞭炮，很危险的，容易引起火灾。知道了。以后不能放鞭炮了哈。知道了。放鞭炮也污染环境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祝小朋友们新年快乐。祝消防员新年快乐。谢谢小朋友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